加上任骏飞啊，中锋是易建联。不知道今天杜峰知道，想嚯给易建联。这个赛季出场是包括原来像我记得张志涵呐、孟强龙。张志涵上个赛季已经曼联，对，进一队进了两年，今年会得到一些机会。天津队这个名单一水9596，对，能打的球员。对。今天的镜头也是频繁的给到广东队的这个总经理朱芳雨，两人做对比。嗯，马上给出来易建联，哎，正面，哎，你想突小个有点难啊。是。好，第一罚有了。这个还是广东队的球迷，广东球迷啊，这个不知道是从广东客场跟过来，还是当地的广东球迷啊，来见证这个历史之夜啊。对。好，两罚全中，哎，赵睿突分，嚯，马上布鲁克斯跟拔，马上这赛季状态是真好啊，对，比上赛季的球早点出球啊，要易建联到篮下，起，好球，反正清新是1.96米，对，没办法，就是天津内线就来了啊，反击就慢慢多起来了，找一找易建联啊，哎，哎呦，补进补进了，恭喜易建联 啊！看一下啊，易建联的跟进补篮，历史中距离的机会。好球，11分，哎，用那个十号啊，就金星的时间比较长，已经来到篮下，反军好球，把这球给终于果冻上篮，易建联翻身的中距离有了，后仰跳投是，体能消耗比较大，对，出来易建联三分球机会，嘣有一个，哎呦又丢了，得4-1了，来吧。折扣奖皮扣，我们再来看一遍，三省啊，所以就是后面啊有至于破掉这个 CBA 常规赛得分王记录的朋友们，上掩护石德帅的突破，哎呦这大抡的，旁边摄影记者球啊，气咱这扇脸上啊，脸够疼的，扇镜头上好几万没了。比较收着，史德帅冲击易建联，没有几分啊，快50分还怎么站着喊呢，像是输了15分的表情。易建联两个人加在一起，哎呦犯规了，哎，造成了天津队的犯规，易建联罚球的时候全场观众啊，我觉得，我相信这个不仅仅是那些广东来的球迷了，不仅仅是广东队的球迷，对，有主场的球迷呢还。